真的不一样啊，那个鞋子你应该知道吧？够人要吃啊，无两百块啦。对，两百块，两百啊，无两百啦。鸡啊，鸡两百零啊。两百二无两百块啊。乌骨鸡，你后边帮我占一下无？你后边两百二无两百块来一条块。两百二，人要啊，无两百两百块。两百二没有办法哦，惠敏，我们这两百二两百，没有留货哦。包早的机会吧，剩两只啊，快了，要不要？买这里，可能来不及。两百二无两百块啊，要吗？最后一个两百。加了，来头前了。这个钱啊，这个钱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了。哎，其他呀，两百二无两百块了。哎妈，你也黑啊！我不给两百二，人要吃啊，无两百块啊。三斤重啦，两百个人要爱无两百，两百无人要爱啊吼！来，那边过来。你太要求了。靠边，大抢手，大我抢抢手啊！什么？乌骨鸡啊？乌骨鸡，够人买无着无？乌骨鸡啊，乌骨鸡几只的哦？几只的哦？三斤重就对哦，我少一个啦。这只几只拢我来啦，等于用我少来吃。两百个人要爱无两百？够买几只啊？两百块，我咱讲真的啦，你只只乌骨鸡，两只也才400哎，你啊，如果觉得太小，不买两只也划得来。两百个人要来不？200块啦。重点两只就有两个鸡屁股，两四只鸡腿，四只鸡翅。一个，两百个人要来不？200啦。然后大叔有开有啊，你要去 YouTube 搜寻吃乌龟美双乌锤锤，就有看到大甲场的直播了。抖音今天是直播这边。叫乌龟两百好无人会晓吃哦，两百好人要来无啦，乌龟啦，鲍鱼的啦，两百好有无？无啊吼，好来时间宝贵，歹坐。请问这是海鲜吗？你坐啊，感谢你叫。猪脚圈，来啊，猪脚圈的。好，回边阿姨，回边。超级小生的多肥水藻，努力哥新年快乐。肥肥鸡没有鸡腿。来，地价高，人咩啊？猪脚圈。在抖音完全无卡地，完全拢无卡地，拢啊中考尔就对啊啦。这外口吼，咱讲真诶啦，这个偌重啊，一公斤一 kilo 啦，一 kilo 就对啊，大块诶就对啊啦。这个外口超市卖偌济，我无啥，这个你要送礼嘛好用啦。你听有无？内底卡无七块至八块的迄条猪肉啦。来，这个路口卖偌济？卖500，卖400，卖300，有人要啊？有300啊？300猪肉块，有人要吃啊？无300。吃吧。八个人客尔，别搁讲啊啦。300，你还搁来啦？一个人客，200块，有人要吃啊？无200，200块。200有人要啊？无200来头前。200有人要吃啊？无200块啦。两百有人要来无？来一边坐。我再坐一边。两百块来一瓶两个啦，两百块人要吃无？两百块200块，两百块人要爱无？200啦，两百块还够人要吃爱啊？200，地价高啊！200块还够人要爱哈？加热，猪脚圈来一瓶大爱，加热电锅、水锅都可以，煮起来就好了。这已经冲个小鱼就会吃爱啊啦！我搁招一个人去，200块人要爱无？200。200块够人要吃无？200块，两百拢有啊吼！来时间宝贵，来我们请你各位吃饭啊！我们没有买过。等一下，都没有买过，过年要吃好一点，所以才买。虾饼，虾饼最好鱼十八，快点，最贵的鱼。哦，没有。来啊，黑鳞有人买啊？一般比较贵。我叫姐，卖个开500，这个蛮贵的。姐，那个好啊啦，开300有人买啊？300块啦。300黑鳞有人要吃无？我叫姐300。黑鳞有人买啊？无300块啦。虾仁有没有人要吃的？你要大只的还是小只？我要小只那种。
你要小吃的哦，那过年不是要吃好一点？过年的孩子不会来，我自己吃。为什么小孩子不会来？孩子上班。上班。老公也上班的，只有一个人。虾两个，两百无得，三百块。对自己好一点呢。没有错。虾仁还有没有人要吃的？300块，300块，300拢有啊吼，300拢无拢有啊吼，300个有人要吃啊？无300块啦，规堆拢去300，有人要啊？无300个有人要吃啊？无，无啊吼。好嘞，时间要几万块？来，我问一个声哈。九班。九班。对，九班就是九班。小饼啊虾饼够人要来无？两条来啦，三条、四条来，200够人要来无？最后一个啦，最后一个200够人要来无啦？最后一个客人，这好无？虾饼，你要来哦？200够人要吃来无？无哦，好啦，时间要几块钱？来个啥？白虾有人要吃来无？白虾，白虾啦，大只水的啦。等一下他就卖了，等一下他就卖了。这白虾有水无水，恁家看啦。白虾有水无水，恁家看就好啊啦。虾啊，有水无水，恁家看。这一个活动斤半，一个斤半啦。恁好卖偌济？卖300，这个卖就卖偌济？卖500，卖400，清仓很重要啦。来，我问一下啦，一人卖两块啦。他们都在同一个。一人卖两块，开800。700有人要来无？黑在坛子哦。700有人要吃的吗？他们都同一在同一个鱼池。有人要来无？600。600有人要吃的无？600，四个人客了，别去讲啊啦。600，5来啦，一个人客三斤重个着。500有人要来无？500啦。来，头前多啊。500有人要吃的无？500啦，500啦。白虾有人要来无？500，500。来，一边多的嘛，一个啦。500有人要来无？500，三斤啦，三斤重啦。500有人要吃的无？这个，好啦，你无咧卖这吗？有啊。我你动作在摆水耶，二水是昨天哦。500个有人要来白虾啦，三斤重的虾500块，恁无人敢吃哦。哎呀，500啦，500块个有人要来无？500，来讲。500个有无？500块。500个有人要来。500个有人要吃无？500块啊，白虾啦，白虾，白虾500个有人要来。你主播说有看到。有啊吼。拢有啊吼，拢无人要来啊！好啦，时间要几摆钱啦？一定的啊，因每天都嘛会在那边出现。九班来啦！九班来啦！不啰嗦啦，这也卖500块，好不好？这也500块啦，这也500块啦。这摆活动斤半啦，这摆一斤偌好卖就卖偌济，卖300啦。这摆抬掉啦，改无500啦，两摆500块，我少一个人去啊。三摆落来，500有人买啊，无500块。500啦。这摆有人买啊，无500块啦。这摆两摆落来啦，两摆500啦，我少一个人去，三摆落来500块有人买啊，无500。这摆。九班有人要吃啊？无九班啊？对啊，就是的。来，九班够有人要啊？无九班。这两位九班我包好不好？吃啊！真好，姐姐。看啊。然后姐姐这三位又来了，500够有人要啊？无五百。有。还有。500够有人要吃啊？无九班啊。九班够有人要啊？无九班。这样看还行。我要不要
喂，哎，鲑鱼啊，鲑汤多啊，来讲，好嘛？好啊，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十块了哦，十块了啊！来个啥？大白虾，大白虾，大白虾，鲤鱼花啦，鲤鱼花，这不啰嗦，要一百块啊！鲤鱼花有人要啊，无一百块。鲷鱼花，等你上台等同我收面，一百块啦。来啊，过来啦。这边啊，一百块无？要吗？要吗？来啊，过来啊。一百块无？一百块。鱿鱼啊！对啊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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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个礼拜都没留。一百块人要吃无？一百块啦。好的。一百块人要来无？一百一百块。一百块人要吃无？一百。鱼花一百拢有啊吼。鱼花一百块拢有啊吼。应该只有他而已吧。回去三三两，同阮只话三二个尔啦。一百块人要来无？一百块。把弄完。